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婷美美的美容教室。今天婷美美要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也是我冻龄的秘密，叫做冻龄蜜。这个名字顾名思义，大家知道，这真的是冻龄的秘密。婷姐用了20几年的秘密，那这个是升级版的冻龄蜜，它的除皱、拉提、紧致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强大的。它有多种的活性生物，比如说它里面有酵母发酵的产物滤液，它可以防止肌肤老化，还有胜肽。胜肽的作用是什么？促进胶原蛋白。产生这个纤维的生长，然后再来是酵母菌发酵脓泡物。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功效呢？是皮肤恢复弹性，延缓皮肤老化。所以冻龄蜜最主要的就是抗老、抗衰，让你皮肤保持弹性。那它有美白的这个三重亮白，瞬间的提亮你的肌肤。怎么样瞬间提亮你的肌肤呢？里面有白藜芦醇抗氧化，清除自由基。再来很重要的是烟酰胺，加速肌肤的更新，加速肌肤更新的代谢，你的皮肤就会越来越好。再来是维生素 E，抗氧化的作用很强大，让你修复还原。它里面有激活的美白因子，比如说这个枯草杆菌酶，就是可以增强皮肤的免疫力，天然的防护，还有积雪草加速修复肌肤，再添加了很多的牛奶蛋白提取物，哇！所以现在知道为什么你看婷姐皮肤还是非常非常好，那是因为婷姐用了我们的冻龄蜜。这是婷姐的冻龄机密，也希望成为你的冻龄秘密。